在土城一个山上，那有一个狗场，那个狗场的那个照顾人就类似我这个样子的，他偶尔会捡到一些流浪猫。那如果是小猫，他会把它照顾到大概两个月断奶以后，然后他就可能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请他帮他带走，帮他送养这样子。因为我那个朋友在他的狗场也有放狗，所以他常常会过去看。那如果有看到，哎，觉得有机会的猫咪就会带下来。直接上山带下来，可是带下来我一样还是先放到医院去，所以你遇到西西是在医院里面，因为西西漂亮，那我们个人觉得如果可以就是不要进来这里，因为这边的环境这么多猫，我觉得传染源一定也是有，那如果可以就不要让猫咪一直换环境换来换去，能在医院直接领养走就直接领养走。我们现在是去一个山上的狗场，也是一个私人中途，他专门照顾流浪狗。那有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把猫咪刚出生的奶猫或者是要遗弃的家猫丢到那个山区，然后他如果有遇到的话，那他就会，尤其是奶猫，他就会把它奶起来，如果有人认养，他就会送给认养人，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会联络我们，请我们帮他送。去带了这只猫咪呢，它一样就是也是被带到山区去丢去。那因为是成猫，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几岁。在200公里，哇，真的送猫送这么久哦，长相真的觉得是其次，个性最重要。反而个性好的猫，比较好送，跟大家一般认知什么小猫、漂亮猫比较好送不一样，真的是个性最重要。你还很小啊，这应该不到一岁了，一岁左右了，十个月十二个月左右。哎呀，那你好漂亮的眼线啊，这应该有生过。对，看那个奶奶有生过。是哦，生过。好，现在的流浪猫四五个月就可以怀孕了。它在尿，就尿等孕。不要回家。要啊。我们回家好不好？要不要？要不要回家？来，他这个应该 OK 啦，这个不是，他很乖，对，他很乖，所以应该直接进去了。好，走，跟姨回家，我们去找妈妈，好不好？好哦，好高兴哦。走，我们帮你去找妈妈。好。来带猫就是会有意外，本来今天预计只要带一只的，后来呢？而且他说昨天又抓到这一只，他想说既然上来了，就给他一个机会。回家了，这只大概才三个多月。是爱摸摸，赶快过来，爱摸摸，赶快过来。哎呦，爱摸摸。好，我没有摸，都摸，爱摸摸，这只好可爱，阿咪。我们带回去的猫基本上就会到医院去，先做一些基本的隔离观察。那这基本的隔离观察就包含做二合一、艾滋白血的检测。39岁那一年哈，在大溪看一只母狗带小狗，带十只小狗过马路，结果那个母狗就被卡车碾死了。我就看那一群小狗在他妈妈旁边，很可怜，就这样救回来。就从那39岁开始，就喂到现在66岁。之前是
心了，不想救啊，在河边啊，鱼就这么大，又一打咧，哎呦，眼睛没有张开啊，你要救，你要看他死吗？也是六只用枪子这样搬回来，还是后奶奶，后奶奶，后奶奶，就是这样，没办法。他是在河边啊，这背后有一洞啊，那个苍蝇给他放虫啊，这是安安，嗯，啊、这演员，啊、这。大黑、二黑、一公一母，嘿，这两个结扎了。安安，我们的安安。来哦，来哦，弟弟呀！那只小白是被人家捕捉起来，给它断掉，在河边怀孕救回来的，都是不归路。所以不要随便喂猫，一喂下去就完蛋了。啊，这两只猫就用你的名字来取了。啊，反正叫 Kid Vivi 嘛，那小的那只叫 Kitty， 然后那漂亮的那只母猫叫 Vivi。哇！啊，我们每次从这边带猫，都是沿路看到什么就沿路取。然后就是带回去之前就取好了。对。因为取猫咪的名字你要都不重复五六百只是真的很困难，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正好在做什么，或者是去哪一个地点，或者谁跟我一起去的，就这样子才会比较有印象这只猫哪里来的。丢到山上去，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带回来要送养。那我们祝福丽丽可以找到好的人家啊！耶、yeah. ！我们白村的来了，我拿下去，先做一下初步的检查。嗯，这样子。啊，可爱！它有名字的吗？它叫丽丽。羊蹄瘟还可以咕咕，对啊，呵呵呵，好心冷。哎呀，好棒啊！谢谢谢谢，哇，好棒啊！上次你讲四十只的时候，医院还有将近十只在隔离观察，那现在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但是我上个月，其实我也觉得很纳闷啊，我上个月我送了六七只，哎，为什么还有？你数数看，看起来不多，但是有五十只。哎呦，我要控管到三十只，理想的猫咪数是三十只，那不小心就会超收、超收又超收。他其实在这边是很有地位的，哦，他愿意靠近他，那个公猫要感到荣幸的。基本上来我这边的猫，有一半是自己路上遇到的。那现在是有一些人在喂流浪猫，那他可能遇到一些比较亲人的，或者是生病，他想要给他医疗，然后结果医疗了以后，发现这只猫的个性还不错，他想要帮他送养，所以就有可能辗转就找到我这边来。然后，但是我收猫咪进来我这边之前，因为你看我们这边大概将近五十只猫，所以我要求第一个，你一定要
先到医院去隔离，驱虫除蚤一些隔离措施，然后住院7到10天，观察有没有传染病，然后再来就是打完预防针第一剂才会进来我这里。那这段时间的费用可能就是委托者自己要负担，然后进来我这边以后呢，照顾得漂亮健康之后我才会送养。那有一些慢性病的肾衰可能几率真的就不高了，像刚刚你看我喂药的那一只，气管狭窄肺部纤维化，它会慢慢的恶化没有错，但是速度要看你怎么照顾它，你给的它的一些保养品。它17号主人出国回来以后就要去新家了，还是有机会的。它是我一个领养人在路边觉得它很虚弱，他想要救他，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收。那我就跟他讲说，这只猫看那个状况应该要花不少钱，那如果你愿意负担他的医药费，我可以帮你照顾。肾衰是不可逆的，那几率送养的几率当然就少很多，而且照顾肾衰猫要很多时间金钱，因为他们条件很差。那他会这么年轻得肾脏病，我认为应该就是外面吃厨余啊，吃馊水那些太咸的食物，不吃饭，水喝的很多，然后尿也很多，然后消瘦，吃饱饭擦擦脸，然后就把它弄成，哎呀，舒服舒服舒服，对不对？哎，舒服舒服，露露，露露。像它，它跟一般的猫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是受虐的。你嘛碰一下，它就觉得好像有人要打它，它就很防备。其实它的问题倒不在动作，其实就跟照顾一个脑性麻痹的小孩一样。但是它的问题在，它不会在便盆上厕所。那很多要领养猫咪的人，他要的就是猫咪干净好照顾。那一个不会在便盆上厕所的猫咪要接受的程度可能就没那么高啊。开始发神经了，今天给他的压力比较大。他是右眼下方本来有一个肿瘤割掉了，所以他的脸那边的肉会比较少，目前还在，你说他还在休养中吗？他已经胖成这副德性了，应该不算休养中了，一副很凶狠的样子，很吃亏在他的外表，可是个性是很好的。他叫月饼，他现在3.5公斤，然后他的毛还没有很漂亮，因为救到他的时候只有1.2公斤在路边，应该我们推判是繁殖场丢出来的。那为什么丢出来嘞？第一个，他已经生过很多胎，我们帮他结扎的时候医生有说这很明显生过很多胎，已经松掉了。第二个，他罹患，他应该是先天的啦， IBD 过敏性肠炎，那目前是照顾到 OK， 大便有成型，然后也慢慢在养胖中，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很简单就是这样子，也很现实的问题。冰氏猫也是黑白猫，但是冰氏就是很漂亮，分得很明显。那它偏偏多了这两个小胡子，还有一个小下巴。那前面这边有一个心形的盾牌，所以它是盾牌。它这边有一颗盾牌。哎，你的盾牌呢？我看看你的盾牌呢？你的盾牌在哪里？来这边。看到了吗？有啊，它超可爱耶！哎呀，奶奶，它真的。一起安娜去笑笑，要搞。当初他小猫的时候，大概2个多月送出去，最可爱的时候送出去，养了1年以后还我。当初送他的时候，他是跟他的朋友一起住，然后后来要回家，家里不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途不喜欢送年轻情侣的关系。那他们不是年轻情侣，他已经30岁了，我认为应该有足够的自主能力，但是还是有意外。其实一只猫健不健康，你看它的毛色、毛的质感会有影响的。你看小小多油亮，油油亮亮。啊妮妮，
哎呀，妮妮，明明还想出来走一走。哎呀，他就是我在说，他的指数不漂亮，但是临床症状很好。他干嘛突然来一掌？他就是标准的猫。哦。摸摸你，一下子又要翻脸。阿妮，你看幼三呢？啊，就反复无常。阿妮，你没有摸到他喜欢的地方，他有一些禁忌，例如后面有没有？所以每一只猫有每只猫可以摸跟不可以摸的地方。你知道猫咪的个性，你跟来认养的人做介绍，以后没喝的程度也比较高。它有什么缺点，至少它先心里有准备了。它是金吉拉，20几岁的男生，要把他这一只猫送养。然后送养的内容是说，他子宫蓄脓，我目前要送他。那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你不去医他，然后把他送掉，摆明就是不想医。所以你说弃养猫咪理由百百种。什么事？什么事？当你要还有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要照顾生病，然后可能陪你的时间只剩两三年、三四年的猫？当然会选那种还没有感情，然后至少可以陪你久一点的。所以他们的几率可能就不高。哦，对不对？好可怜哦。哦，我们饿死了，在准备了啊。一人一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他的这几个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这只猫是过敏性肠炎，所以只能吃鸡肉。啊，妮妮呀，这只嘴巴痛，所以只能吃泥状的罐头。很客气了，今天。叽叽叽叽叽哦，上面还有一排嘞。哎呦。急，丁丁来，丁。吃饱了。我已经快50岁了，那如果再过几年，这些猫我70岁我怎么顾？其实他们当天深夜传那个讯息来的时候是根本就不想理，因为他讲安养。那后来我想想，不知道哪根筋不对，隔天我又问他们，问清楚了以后啊，我觉得他们也是学生，可能比较没有经济能力。那 OK， 我们这边有能力的出能力，那你们因为我不接受半手爱心，不是你猫救了就扔给别人，那没有钱，那我们就出力。就他们来聊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群人，而且已经有在做救援的动作，只是他们的观念在小猫，然后觉得成猫就是很难送养，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让他们过来实地的做做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长久做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甚至如果他们做的有兴趣做得好的话，我这边后面可以直接都放给他们管也 OK。然后再来就是我有问他，你们都是大学生，有的时候毕业要回去怎么办？那他们的想法是传承，那我的想法也是传承。
那至于说你刚刚说我这边已经50只猫，怎么收？怎么让他们再接？那所以我当初有跟他们讲好，因为也有一些人说当志工当了一个月可能就不见了，那我就说好，你这只猫我接，那但是我看你们能够做多久。我们先讲好，半年内我不接你任何一只猫，看你们能够做多久。真的做得好，那没话讲，当然就是 OK， 大家以后用配合的。那他讲的是配合，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很希望能够全部交给他们我才可以退休。那我一直很排斥做志工，是因为我不喜欢不一样的人来来去去，因为我觉得这样猫咪容易害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没有办法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天来的人不一样，这只猫今天没吃，一个人没感觉，隔天又换一个人，它还是没感觉，所以就很容易没有发现猫咪生病。那所以他们后来我们就决定用这个板子，至少吃喝拉撒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一块问题解决掉。那事实上真的有他们来帮忙以后，我轻松很多。抓太快了，好快！三猫就是要这样看。
因为我们目前的亲家就像你跟我领养的已经有500人左右，那像有一些很漂亮的可能会在我们自己私人社团先开放。我的习惯就是来看小猫，那一只猫没有办法那么多人养，就是转介绍，然后大猫才有机会。小白兔真的很亲人呢。啊，随便数数是不是有快50？我没有骗人。当然有一些猫是永远不可能改变它的个性的。那尤其是你看，我一个人在这边50只猫，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直跟孩子们打的是。没有，我住附近，所以说我早晚来。那像它的话，可能就是我会跟领养人讲，必须先买一个这种笼子。为什么要买这个笼子？因为这种猫咪通常到你家会躲到你摸不到它。